还有就是同修有家里他有个鱼缸很大，师傅不是开示说六条鱼够了吗？但如果除了六条鱼，师傅能否再开示还养多少条比较合适一下？因为他有个大鱼缸。六条九条，然后再下去就是十八条十六条、哦、都可以，十八十六都可以、嗯、好吗、嗯、就是十三十四十五都不要。嗯嗯，好，好，明白明白。